为什么非要留在这儿？当然是为了新闻啊，难不成是为了你啊？韩队长不会误会我想缠着你吧？对了，你们护林队允许记者驻队采访吗？当然啊，前两年不就来过一个？对对对。只要能留在护林队，说不定真能把启祥的真相给挖出来。哎，徐小姐，你不觉得这比旅游景点的传奇故事好玩多了吗？嗯，不行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工作那么危险，许小姐这么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，受了伤怎么办？还有豆浆，我去给你们拿。韩队长，不行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许小姐，你才刚来凌晨不到24小时，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了，有多危险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况且，你也没有官方的许可。那是不是有许可就可以啊？你看着我干嘛？陈志辉，你找我？西周啊，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京华日报的记者。京华日报记者许楠楠。许小姐说呀，要专门采访你，给咱们护林队员做一期报道，好好配合啊。不需要宣传。谁说给你个人宣传了？这是给咱们临城护林队乃至全国护林队员脸上添光的事儿，好好配合。我反对。根据他昨晚的表现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参与到任务中。怎么说话呢？你要是不配合，我给许小姐换个人啊。嗨，许小姐，咱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用了，我跟韩队长比较有缘，我相信我一定会让韩队长对我改观的。那行，那你们聊。对吧，韩队长？许小姐，你为什么非要留在这儿？当然是为了新闻啊，难不成是为了你啊？韩队长不会误会我想缠着你吧？完成我的考验，否则还请许小姐知难而退。全听韩队长安排。明早6点，峰山脚下集合训练。起不来就别来了。许小姐，许小姐，你们队长一直都这么阴晴不定的吗？阴晴不定吗？他一直都很稳定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他一直不都挺稳定的吗？许小姐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要不你去试试啊！加油！